甜瓜迟迟未加入火箭队，真因遭曝光，球迷终于安心了。最近很多火箭的铁杆球迷都在苦苦等待安东尼官宣加盟火箭的消息，但联盟却迟迟未有宣布，很多火箭球迷等得有点心慌了，该不会跟上个夏天一样又被其他球队截胡了吧。还好最近有媒体分析了安东尼迟迟未加入火箭的真因，首先已经被老鹰买断的安东尼目前正在非洲参加活动，要他马上回美签下一纸合同不太现实。此外，据火箭跟队记者赋予的消息，火箭的总经理莫雷此时也不在美国，正在加拿大出席某个火箭。莫雷最近更新的个人状态也显示他跟家人正在度假，那因此估计等几天安东尼莫雷都回来美国之时，极有可能就是安东尼加盟火箭队的时刻。有球迷表示终于安心了。不过话倒说回来，安东尼真的适合火箭吗？欢迎各位球迷朋友留下你们的神见解。